烦死了！他能手机上拍了，你看了？嗯，给爸拍了。他手机上聊天，烦死了。我爱妈妈还是爱爸爸？你说爱妈妈爱爸爸？爱哪个？你是爱妈妈还是爱爸爸？你抱着我睡觉。嗯。多大了？多大了，爸爸？我很小。我都看到你多大了？我三岁呀。你没有三岁。我在看电视呢，你惹我干嘛？你看我电视跟我玩吗？我一直都在看电视，你也快看。我看电视的话，你会不会看呀？我一直在看呢。你会不会跟我玩呀？你看手机，我看电视啊，不要想这么多事情。那我在想什么事情？你应该想玩手机呀。玩手机还需要想吗？你抱着我睡觉。嗯。可是十几呢，该睡觉。你多大了？你多大了，爸爸？我很小。我都看到你多大了。我三岁呀。你没有三岁。那我也就才就五岁了。你四岁就长高高了，嗯，你还没忘。
那我五岁。不是的，你四岁，因为四岁长高。哦，那我四岁，我四岁你就要抱着我，因为你要抱四岁的小朋友，你要抱着我睡觉，快点抱我睡觉。嗯，你多大了？多大了？别吵，你能不能别吵？干嘛？别吵！我唱歌的权利都没有了。唱歌要小一点。我这是我的自由啊！喷喷！他脾气那么不好，讲不了两句啊，跟你在吵架。不能吵架。奇怪耶，小孩子脾气那么不好，讲不了两句啊，跟人家吵架。哎，你嘴，我是你爸爸，你不能这样，知道吗？不能吵架，好吗？我爸跟你讲过你好。把衣服抓到坏掉了。爸爸没有零用钱买的。爸爸有助攻。你在干嘛？录影呢。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不要啊，不要走线了，好不好？爸爸对不起啊。你讲啊，你讲，爸爸对不起啊。怎样，好怕呀？阿拉西阿拉古，阿拉西阿拉古，古玛古瓦塞。奇怪耶，小孩脾气那么不好。知道你很难过。第五天，第六天，妹妹啊，走了，啊，妈妈抱，啊，妈妈抱。知道你很难过，感情的付出不是真。第四天，第五天，第六天。你的袜子嘞？不要选。哎，起来了，你去穿袜袜，穿鞋鞋。啊，你就在笑，你就在笑，你就在笑，你还要再给我演？在假，在那边假，来这里吗？这是谁的？